谁给你这个？拿掉了，很尖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号码吗？啊。整个中那个豆豆啊，豆豆啊，豆豆 ，body 啊，他们中这个号码 lucky 啊，还是变 too lucky 了。他脸好笑。这个啊，我就放在我的前面这样，可以吗？那下面呢？这个真可以拿掉了，把自己的个人单位拿了。OK， 这我的那个本来我下来给你看看，现在这个是有人要给他们感谢，给你们的，然后我就是这个。但是我觉得来好好来呀，好的呀，要不放手，那姐妹，我今天没在这到哦，好的。下来这边呢，看到我关门，那人家会生气，拿掉我的纸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也是很累，我要休息。如果我要休息，我要换边，我一定关在我的 Facebook before 五个小时，还是 before 一天，因为我不要人家浪费时间来这边等我，所以我没有开门。但是我就会关在 Facebo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来我的地方喝酒，我记得 follow 我的电费，我的 Facebook 啊，还是 OK。后来我去努力啊，不在啊 Instagram 是，我也是不会用啊。有人也是没有用 Facebook 嘛，人家讲这样都不知道我关门了哪天。